今天我们开我们的船去 Black Harbor 钓马鲛鱼，准备做刺身。哎呀，我帮你拍，等一下喂。看看这条够尺寸的，放起来。看有没有虫啊，换上眼睛再看。谁负责钓鱼？我负责吃鱼。咬了，对，这没多少，这好轻啊。咬出来也一定是马鲛鱼吧？应该都是马鲛鱼。你个你不到底吧？到底你不收上来一点吗？收一点点，我收三圈嘛。三圈的话，它其实是离开半水的位置了。对，有时候有可能都是没有的之类的。嗯，大部分我觉得是马鲛。日本酱油，给你水，没事。试一个啊，撒点酱油。
真的甜，真的甜啊，嗯，好吃好吃。来，沾点酱油。嗯，沾点酱油。嗯，真的是甜哦。哎呀，不错不错不错。不错